也不是不可。我今天没有想到，程回平时看上去闷闷的、怪怪的，内心还挺敏感的。你是怎么看出来他内心敏感的？就刚刚吃饭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说，数码游者号马上就要跟地球失去联系了，从此之后只能独自在宇宙里面流浪，也无法再传回任何消息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很伤感。所以我很庆幸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过联络。这么多年我就知道了你一直在那。但其实有时候我也挺害怕的。哪怕只是做了一场梦，我的梦醒来，咱们俩从来没有在一起过。你也从来没有爱上过。蒋诗言，我是爱你的。你要不要上去坐一会儿？我怕我上去之后就不想走了。那也不是不可以。蒋诗言，我是爱你。今后有我罩着你，擦顺抚皮并清理，一滴撕下沾满了真心，留下和你的轨迹，还是舍不得这星星。花生，你这背着我杨哥，那是当然。林工，你放心，这辈子只要有我一碗饭吃，就有你一个碗刷。
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能在互相身边是最重要的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。其实我也很喜欢，或者说我已经习惯了每天跟你这样晃来晃去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彼此，所以那段时间我一个人不在蓉城，我也没有觉得很孤单，但是我也会想，想我们这种喜欢到底是什么样的喜欢。其实我也不敢想象，有一天我们会在彼此的世界里渐行渐远，所以我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。